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。上期说到受巨人围攻调查兵团，艾尔文还发现一个四足步行巨人，也不知背着什么，推测具有智力。受巨人发号施令，比较小的巨人纷纷向士兵方向冲去。艾尔文判断敌人一定会先把马匹干掉，让他们无法逃走，然后只需要等着直到调查兵团奄奄一息，再把艾伦掳走。因此艾尔文指挥士兵分别保护马匹和击杀凯之巨人。艾尔文特别交代利威尔，一有机会要杀死只有他能够匹敌的兽巨人。莱纳之所以没事，是因为及时把意识转向全身。就在莱纳要攻击马匹时，看到艾伦主动巨人化暴露身份。艾尔文的计划是让莱纳转向攻击艾伦，要是莱纳选择击杀马匹，艾伦再绕到后面与利威尔围攻兽巨人。果然莱纳别无选择，转而冲向艾伦。艾尔文提醒艾伦，由于还不知道贝特藏在哪里，尽量远离巨臂。艾伦硬直化手指，漂亮的闪过莱纳的拳头，再来上一记猛击。艾伦把硬直化集中到一点，强度甚至可以击碎莱纳的铠甲。一直挨打的莱纳终于找到空隙反击，抓起艾伦的脚踝猛摔。两巨人在地上扭打，艾伦用尽全力把莱纳摔飞。韩吉指挥就是现在，将新武器雷枪射进莱纳双眼和后颈。莱纳以为自己的铠甲刀枪不入，也是始料未及，整个人被炸爆。调查兵团成功干掉凯之巨人，但是104班士兵的心情却极为复杂。突然莱纳一阵吼叫，躲在四足步行巨人的贝特收到信号，兽巨人把贝特用力丢来。贝特打算巨人化大面积破坏四周，却发现莱纳身体暴露在巨人外，莱纳还活着，看来又用了意识转向全身的能力。贝特让莱纳尝试挪一下身体，否则他会被自己巨人化的热风波及。艾尔敏翔与贝特交涉，又使用了亚尼被拷打的事，想要让贝特动摇。但是现在的贝特一改之前的老好人性格，眼神无比坚定。三丽杀过来，成功赶跑了贝特，但是也发现贝特像换了个人似的。眼看莱纳已经躺下，贝特巨人化，热风大面积波及四周。韩吉班貌似也阵亡了，现在不能与团长会合。如果把超大型巨人吸引过去，团长和那边的士兵会被前后夹攻，指挥权现在落在艾尔敏身上。贝特大肆破坏，打算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，也许他们会被火焰击中。艾尔敏不晓得该如何是好，他请让指挥，让明白他虽然能够正确判断现状，但是无法改变情势，之后还是得请艾尔文指挥。利威尔这里也大事不妙，好不容易清除了不少巨人，兽巨人一个完美姿势把碎石投掷过来，瞬间让调查兵团死伤惨重，情况非常不乐观。现在内门几乎只剩下保护马匹的新兵。另一边，贝特不管艾伦往巨臂方向前去，让叫艾伦先绊着贝特的脚，整只贝特一个踢腿，艾伦被甩至巨臂晕倒。让几人吸引贝特注意，三力举起雷枪射击，贝特冷静观察，释放真气，把大家和雷枪都震飞了。来到内门这里，石头已经投到新兵处，大家都已经进入崩溃边缘。老实说，这场仗大败。利威尔只希望艾伦和团长能够活着逃回去。艾尔文给出一个方法，反正大家都会死，不如自己带领新兵作为祭品，给利威尔机会杀死兽巨人。虽然很不甘心，真相近在眼前，艾尔文只能选择放弃梦想。艾尔文向新兵梳理战术，他明白这摆明是叫大家去死，但是只有他们能给那些牺牲的士兵赋予意义。同样的，今天死在这里，让下一批生者来决定他们的意义。如果艾尔文不亲自上阵，新兵不会跟随。打头阵的艾尔文很快被碎石打中坠落，投石了几次，新兵全灭。等兽巨人回神过来，才发现旁边的巨人已经死了。利威尔利用巨人为跳板，从烟雾弹中冲出，迅速砍断兽巨人手臂，来到身后。巨人瞬间明白，他肯定是莱纳提醒他要担心的人。巨人连忙保护后颈，却被刺破双眼，砍断肌腱。巨人要硬直化后颈，却来不及了。利威尔将后颈大卸八块，揪出尸体。此时利威尔希望艾文还没死。下一秒，爬行巨人把兽巨人尸体叼走，兽巨人还号令杀掉利威尔。利威尔向艾文发过誓要杀死兽巨人，瞬间又像打了鸡血。另一边，莱纳修复完毕，众人感觉已经毫无胜算。这时艾尔敏察觉超大巨人瘦了，这证明他不适合打消耗战。以艾伦来说，连续巨人化只能三次，超大型巨人肯定更少。艾尔敏有了计划，他把艾伦叫醒，与他对抗贝特，其他人拖着莱纳。不过遍体鳞伤的艾伦脚一滑跌落下去，艾尔敏似乎不愿放弃，但是贝特知道大局已定，
三笠这里只剩下三发雷枪，让座右耳吸引莱纳。莎莎和康妮用雷枪左右瞄准莱纳的下巴，不过一发射偏了，莎莎受了伤。艾尔敏的瞄钩插着贝特牙齿，果然这样不会掉下来，而且还确认了贝特发射热风时肌肉是不能动的。艾尔敏一直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下，他期盼艾伦一定要看到大海，最后被烤飞了。韩吉及时出现，对莱纳下巴发射雷枪，莱纳无力张开嘴，三笠来到嘴里，把莱纳整个人炸飞。当贝特认为一切结束时，才发现艾伦硬直话把破口堵上了。原来刚刚艾尔敏是声东击西，而此刻的自己来不及反应，暴露破绽，被艾伦一刀砍出来。不过艾尔敏也已经变成僵尸了。这时兽之巨人即刻来到，还说艾伦跟他都是父亲的受害者。利威尔冒着杀气追到这里，即刻无奈唯有逃跑，离开前还说会把艾伦救出来。韩吉他们绑着莱纳，莱纳带着一个铁盒子，里头有尤米尔写给西斯特利亚的信。当韩吉要杀死莱纳时，被让阻止，或许他们可以夺走莱纳的力量。虽然现在情势很不可控，韩吉最后还是被让说服，叫三笠前去从利威尔那里拿药剂，要是不行就发射信号弹，他们会马上杀了莱纳。三笠来到艾伦那里，他们发现艾尔敏还有一口气，艾伦希望让艾尔敏变成巨人吃掉贝特，三笠连忙发射信号。就在这时，爬行巨人把莱纳救走，让责怪自己，韩吉却说是自己的判断。当利威尔要把注射器交给艾伦时，弗洛克把艾尔文背上来，见他还有气，利威尔要给艾尔文用。艾尔文是更能拯救人类的一方，艾伦和三笠不肯，利威尔把艾伦揍飞，三笠下意识制压利威尔。艾伦说道，没有艾尔敏，人类也无法战胜敌人。石头堵门，看穿雅尼，夜间偷袭，在 GB 找到莱纳和打倒贝特，这些都是艾尔敏想的。弗洛克说，对面活下来的只剩下自己和艾尔文，艾尔文就是恶魔，恶魔要活在这个人间地狱，自己活着的使命就是让恶魔复生。这时韩吉赶到抓着三笠，虽然艾尔敏很聪明，但是还没有艾尔文统领军队的魄力，一番话让三笠冷静下来。利威尔让大家离开，他要让艾尔文巨人化。这时他想起无意间听到艾尔敏想去看大海，他和大部分只想着杀死巨人的士兵不同，他有梦想。而艾尔文去到地下室知道真相后要做什么却不知道。当利威尔要注射时，艾尔文甩掉在梦里举手，凯尼曾经说过，人要醉心于什么才可以活下去。利威尔决定让艾尔文从地狱中解放，让艾尔敏复活。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记得留守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